儿子以后不一定说要做滑，就是滑冰运动员，但他只要热爱体育，有体育精神，有体育感就可以了。嗯、我说咱俩是不是有这种共通的感受？是，就不一定是哪个项目。对对对，其实我不觉得是他非得要去学习我们的项目，专业或者是，这是我们当父亲的、那真的真心话啊、其实我觉得他在我就是可能说滑冰肯定得是会滑，但是他要喜欢其他项目的话，我会更加的想让他去学习尝试新的项目。对，我不希望他是跟我俩是一样的，因为我知道可能其他项目也会很苦、但是短道速滑这个项目也真的是一是苦，二是也很危险。嗯，在危险上真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是属于高危项目、真的是很危险。我就因为自己的孩子还是希望他可能承受的东西还是稍微能避免的，还是稍微可以避免的。对，我知道刘秋红曾经在奥运会之前受过特别大的伤，大家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，然后确实运动员真的不容易。对，嗯，但我其实觉得在孩子选择专业方面就跟他爸爸是一样的。嗯，那我觉得他如果喜欢短道速滑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尝试。嗯，那他要喜欢短道速滑的话就太简单了，有你们二位在是吧？这才不简单呢。但是他们俩教不了自己儿子。对，他们俩得把、这个、他们俩得把自己的儿子给自己交给别人，是因为我们以前的队友啊什么的。我得说，如果是那个小刀想要那个学速那个短道速滑的话，你们交给谁？分别说一个。嗯。交到他手里我放心。对、滑冰嘛，滑冰啊，那我就交给我那个我队友韩东平。嗯，现在在那个朝阳区队当那个教练。哎，对，我韩天宇只能表达同意、我没有呗。完了，我室友。你还敢有不同意见？我室友呗。大静，各位大静，对对。